近日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粤剧表演艺术大全编撰委员会、广东粤剧促进会、广州市振兴粤剧基金会承办的《此物最相思》二粤剧表演艺术大全唱念卷首发演出晚会在中山纪念堂举行。这次首发演出晚会阵容鼎盛，异彩纷呈，场面恢宏，由粤港澳近200位艺术家携手献演，来自广东粤剧院、广州粤剧院、佛山粤剧院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粤剧名家，包括11位梅花奖得主、18位国家一级演员济济一堂，为观众倾情献演。这场演出同时是粤剧表演艺术大全编撰工程的成果展示，一种粤剧名家将挖掘并传承下来的传统粤剧中最具艺术特色和传承价值的部分剧目一一呈现，有用粤剧官话演绎具有古朴韵味的粤剧传统排场戏《起兵祭旗》、《困谷》、《芦花荡》、《六郎醉子》，传统丽戏《仙姬大宋子》，以及由红线女罗家宝弟子演唱的《超君出塞再进审员》等唱腔流派名曲。《困谷》这个排场戏呢，亦都是非常值得保留下来的。《困谷》有六段牌子、程式表演等等，是非常有保留价值，希望你们多啲關注我哋傳統戲嘅魅力。官話版嘅傳統版嘅《蘆花檔》未做過，所以咧，無論係一朝一夕啊，包括唱造練打，全部都喺度即係得到佢哋嘅教導咯。咁我今日就即係個學生咁樣去完成呢出戲。我哋講話即係一種傳統戲啊，佢嘅格式、佢嘅表演方法，包括佢嗰個同觀眾交流，同埋使用鑼鼓、使用音樂，包括表演時候嘅腔口，佢其實全部都係有一定嘅規格喺度嘅。咁呢種規格就係我哋戲曲最根由嘅嘢。而家其實近年嚟，大家睇到好多現代戲，好多現代戲入面咧，如果我哋加一啲咁樣樣呢一種規格嘅嘢入邊入去，或者一種模式，或者一種味道入去嘅話咧，佢絕對唔會俾人話你係話劇家唱，絕對唔會俾人話你唔係粵劇。所以即係呢啲係粵劇最濃粵劇味道嘅嘢。如果我哋學咗並且可以化嚟用嘅話，對於我哋粵劇嘅發展有好大嘅幫助。今次我演這個呢個就是《六郎醉子》裏面我飾演的是楊宗保。因為《六郎醉子》呢，它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官話，同埋很多排場的一個戲啦。它裏面有醉子腔啦，同埋木瓜腔這些咁嘅專腔，所以這個是非常經典的傳統戲，有新的體驗。但是我哋一直都其實私底下都會有學習官話，其實我哋有時候有種返璞歸真的感覺，都很想即係多學啲傳統的大全嘅挖掘呢啲咁嘅傳統咧，對於我哋後生嚟講都可以進一步更了解啲傳統嘅官話啊，同埋排場啊各方面嘅嘢啊。因為粵劇，我肯定以唱為主啦，係嘛？唱念篇咧，其實咧係填補咗好多咧我哋粵劇一直以嚟未有嘅空白。之前有嘅都係出一啲音樂書啊、唱念書啊，但係佢冇好似而家咁具體，每一個腔啊，或者係每一個唱法啊，而且仲有一個咧，就係官話都錄埋。呢場晚會令觀眾領略到古老粵劇嘅藝術神韻，充分彰顯咗傳統粵劇嘅鮮明特色同文化價值，展示咗南國紅豆藝術魅力同當代粵劇人繼往開來團結奮進嘅精神風貌。編撰粵劇大全咧，我覺得係我哋全粵劇人嘅共同努力嘅一個成果同結晶咯。編撰粵劇大全，我覺得係我哋呢一代人、呢一代粵劇人應該承擔嘅呢種責任同埋使命。今日我哋喺政府嘅大力支持下，特別係喺我哋全粵劇界同仁嘅大家的支持和萬眾一心，為這個大全的整個編撰真的作出了很多的貢獻。我覺得也是再一次體驗到我們粵劇人的團結，體驗到我們粵劇的八和精神、八方和合、萬眾一心。相信呢，我們粵劇藝術在國家的支持、在全社會的關心支持下，我哋粵劇人嘅努力下，粵劇一定能夠再創輝煌。